要是我不喜欢你，你又怎么能搀得住我呢？至于修复的意义，无论我们有多精湛的手艺，也不能阻止物质的消亡。我们没有办法让物质永生，但却可以珍惜当下，像爱情，像家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多多少少会受到磨损，但只要两个人珍惜彼此，就能走得长远。我今天带了一份礼物，是我亲手做的，送给二位。好，谢谢。祝二位家庭美满，幸福一生。谢谢。秦先生，跟女徒弟的桃色新闻是真的吗？说什么呢？秦先生，这说话呀！谁派来的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踹我干嘛？饶恕，你别冲动。真的。秦先生，请问是两情相悦，还是如传闻所说，是那位女士设计勾引的呢？你没完了！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两情相悦，我只知道我喜欢他。天哪，师父泡徒弟，这也太没有规矩了吧！哎，你瞎说什么呀？没想到。废话。即便我是师父，也不影响我喜欢秋远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您先别瞎说。陈志远，这位小姐，请您出去。哎，喂，小姐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请您出去，你不能进来。小姐，你不能进来，请您出去。喂，你。想收我的，是我自己死缠烂打才逼你收我为徒的。也不是啊，要是我不喜欢你，你又怎么能搀得住我呢？天哪，传闻都是真的，这玉心斋也太离谱了吧！是啊，这秦志远怎么能这样贸然呢？不是，你们别听他的，他只是为了帮我。我已经被逐出师门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徒弟了。如果你不是我的徒弟，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了。我爱你。我求你了，你别管我了。秋元。